什么？我今天要拍封面工作啊，跟我开一起，我们在这个地方。好吧，那我去工作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宋左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已经妆发完毕，准备去拍 LK 精彩的封面了。然后呢，我最近就是行程特别的满，然后北京的天气你们也知道非常的干燥，我呢还是要给大家看美美照片，同时告诉大家我是怎么保养的，就是这两瓶我最喜欢的，我一直随身携带的，这个呢是小棕瓶，它有修复抗老还有抵抗污染蓝光那些伤害的一个功能，然后呢这个呢就是高能急救小棕瓶，它就是急救小棕瓶，它就会快速修复，帮助你的肌肤更加强韧，不泛红。所以呢，我一般呢，又一封，就像我说的，我原来呢，给大家介绍过我使用他们的方法，现在我再介绍一遍，就是先涂小棕瓶，然后呢再涂高能小棕瓶，然后我化妆前加一滴的话，会让这个底妆更加服帖，更加透亮。好啦，这就是我的护肤小秘籍，你们学到了吗？现在我要走了，我要去工作，拜。现在呢是在做 OK 的野餐蜜画。咦，理想型男友是什么样的？自己走进来吧。你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曲是？单曲循环的歌曲是野狼 disco。 野狼 disco。 对，你最新发布的一条朋友圈是可以透露吗？我很久没有发过朋友圈了，好像。哦，我很久没有发朋友圈了。我生活好无趣哦。现在有我的工作人员先给大家献上一首那个什么歌来着？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怎么身边的那个是什么？怎么唱来着？我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我们有多少？我们还会毛姐还会四川话版的《野狼 disco》。难怪我的男神是他。不要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宋左儿，想了解我的更多吗？快来 SG。